一提那个我就来气。咋了爸？还咋了？你说你个学表演的，参加哪门的歌手大赛呀？参加歌手大赛也行，你是唱啊，你那是嚎，你嚎也行，为啥你嚎完之后还说你父母双亡了呢？我那不是为了让评委可怜我吗？要不我能晋级吗？再说你爹我都能拿冠军呢，怎么的呢爸？还咋的，我活好好的让你给说没了，我可怜不？哎呀爸，你都是假的，后来我又跟节目组说了，说我爸又复活了。